生切之书是《我在南花的日子》，作者是冯月桂。这本书描述了冯月桂校长为南花的贡献。校长用了一生的时间，把南华从一个女校变成了一个受尊重的学名校。他小时候是南华的学生，长大后回去母校当老师，后来升级到副校长，最后成了南华的校长。这是旧的南华，在他们搬到新学校之前，这是新的南华。我在这里读完六年的小学教育。为什么我会选这个片段？因为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，从小到大一直能照顾我，有时候我还令他们生气，感到有点内疚。以后我要学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让父母少为我担心。导读，我说道：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往车外看了看，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到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，走到那边月台，既穿过铁道，既跳下去，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时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就是一个聪明男孩，一个傻子，一起去沙漠下淘金，回来时带上好多黄金和糖水，而这就是那个老师要死的小子。回家的路上，傻子就用镜子要跟聪明人换来两口水。聪明人看到这是赚到钱的好机会，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可是聪明人要抵达，当真正赶到终点时，受不了了，昏倒在地上。傻子给他喝了一小口水，他才醒来。聪明人要用镜子换傻子的水，但是最后傻子还是拒绝了他交换。原来傻子也没有水，聪明人。